你看主持人来，今日在讲话，在啃啃，不是哭了，有咩哭？哭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身材，安尼真事业，看来上好赚啊！人家看着你看，你拍这尔重吼，我即我到这都有开站做位，安怎讲你敢知？伊若敢站做位的时阵，安怎？来，这边好，你坐来，你坐来，模特，来，主持人，小小摆一下，咱好，你坐好坐好，对。是哦，是哦，对不对？其他咧特别讲算的水的叫魏家来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今日咱来宾，我是讲哦，你若看开啊，我听咧是我的胸部都加点宽，对，买安尼比啊，看你安尼加外宽，加外好啊，吼，高了一点吼，很上安尼啊，是讲哦，阮天生自然就是吼，阮家吼，阮家的经度就是阿爸甲阿母拢较矮啊，啊，阮哪有可能生伤高？哎，我问你，你阿爸甲阿母是做做落来吼？对对。就是安尼哦，无怪是讲生出来囡仔，咱拢大拢遮大安尼咧。就安尼年到要嫁翁的时候，你爱嫁惯，爱嫁矮。都要嫁惯。哈哈哈！嫁惯哦，我讲哦，你差不多要80公分啦，你若再嫁一百公哦，后面的生出来你就变八九。八九。大家拢变八九诶。八九是啥物人咧叫？差不多身高就到可有四尺外人叫八九，对对对。叫八四，我咧叫八九，安尼真欢喜着了。诶，非常感谢好朋友哈。好，啊你继续，我叫唱什么歌？继续安排晚会想你。啊，晚会想你，来玲玲小姐老师请了，晚会想你。